地主公冇消，冇消到，你行低嗰度。睇到有貨咗，咁樣喺山下低嘅時候睇到有貨咗，好猛啊！我發現得到，我發現得到，好猛啊個貨，嚇，好猛，猛貨啊，猛貨，跟住冇相干啊，跟住啊嗰、那個南竹宮嗰度啊有觀音菩薩，我快快求嗰個觀音菩薩，你又直扣六水，我講哦呢一次有得救啊，有得救啊，冇相干啊，有得救，有六水冇得有得救啊，跟住冇相干咯。巴拉邦巴一嚟到嘅時候又停水咗，佢直頭唔係巴拉巴拉邦巴嚟到先嘅，知冇？係馬打嚟到先嘅，啊馬打直頭剪，直頭剪啊！剪咩？啊？你哋有個有個大鐵盤噶嘛？直頭剪咯，一剪咗係咪？跟住又等巴拉邦巴馬仲嚟到，一嚟到嘅時候就出邊剪唔到，就下入嚟剪啊！派入嚟錢，我跟住你上嚟啊！我跟住你哋上嚟啊！跟住你哋上嚟，帶埋你上嚟啊！帶埋佢哋上嚟啊！懷疑了，到底是不是真的了？然後就馬上聯絡這個小唐基友，然後證實他們是在五點的時候接到這個通知了，說吳公山最終有這個超公斤的火災，然後也想去聯絡理事和當地居民求證了。然后来到的时候，风巴就已经把整个火势扑灭了。很多很多里面的这价值有价值的东西在里面，电源也有，还有我们那些设备也有，光明灯啊，其他的东西很多。我们现在还没有知道一个大约的规模，总之是很大的数目来的。所以晚上的话，那些跟那一些。全部你们是灭掉好的，灭掉了的，这个是可能是那个挖药的问题，天线组。对，怀疑可能挖药了哈。这样新年的活动要怎么办？走了，招走。外面的活动在外面嘛，用外面的办。是登记一些东西嘛，一些资料，很多资料是遗失的，都烧掉了，另外要重新再办。那么马华工会啊，我相信就是马华工会，无论是中央、区会，然后还是各阶层都好呢，我们会总动员呢，啊，帮忙配合天师宫一切的活动啊。好，那么如果他们需要进一步做任何的东西，无论是在政府方面的手续，还是筹款，还是其他等等呢，我们马华工会都会不遗余力。